现在我们来公布前九的训练生，而最惊险又最幸运的第60名的训练生，我们将会在最后公布。搞人心态。虽然在后面排名还会有变化，但是这九位是目前在排名当中最接近出道的训练生，他们会是谁呢？这九位训练生获得的助力值的总和1,480,9567，这是在所有的训练生的总助力值当中占比超过了45%。他九个占一半，当我们这边加起来，我告诉你。好吧，那我首先呢，公布一下这个第九名的训练生，他总共获得了579,4392的助力值。第九名，500多万。这一位训练生呢，大家对他的初印象会有一些距离感。梁生、邓孝慈、刘俊啊，绝对。他与人相处呢，也有自己的方式，叫做道歉三连。邓孝慈，邓孝慈，他就是染艺文化邓孝慈，恭喜你，请上台。谁也不搭理他，好不开心啊，怎么感觉像淘汰了一样，这个气氛。皮皮好。你好。我能请问一下道歉三连具体是指什么吗？不好意思，对不起和打扰了。那你今天获得了第九名，有什么感受分享吗？其实我不会也是打扰了吧？不会。惊喜之中有惭愧吧，能和其他的117位训练生同台竞技，其实是我一个比较惭愧的人。我觉得自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资格的吧。我是一个在之前把我自己保护得非常好的人，因为我的自我非常强烈，它是我一切的自信的来源。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对自我的坚持，我所展现出的自我能得到这么多，也是同样的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支持，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它让我的自我更强壮，让我更有底气，更让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资格去展现和做他们想做的自己。最后的最后，我想对，其实我想对我的朋友们说的，但是如果我这微小的话语能给你带去一丝慰藉的话，那也是我的荣幸吧。就是可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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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没有失控，没事。可能你所坚持的东西在此时此刻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回应或者是回报，但是我想请你休息一下之后请继续讲。别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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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点。你这有多少纸？我一兜子。擦一下。梁生送子宫。没事啊。请继续坚持你所想坚持的东西和自我，因为哪怕他现在在此时此刻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回应和回报，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得到专属于你的那一份理解和支持。还真酷啊。还有就是从进场以来吧，是和我所有真心相交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情感之后会变成什么样，但是我敢保证的是在此时此刻它能存续到我能想象的永远。谢谢。哎
是最真实的，说的我都有点想哭。很棒啊，邓孝慈。其实你之前因为表现上面，我觉得可能在舞蹈啊，在唱跳方面，其实没有说留下特别好的一个印象。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今天的这一番讲话，我听得出是你一个真心的表达。继续加油，好不好？继续加油。我努力，我也希望大家都努力。别哭了。谢谢。别哭了，别哭了。去到你的位置吧。哇哦！那个差点坐翻了。接下来公布第八名的训练生。这位同学他一共获得了776,3643的助力值。多了200万，也差了200万。天哪！这位训练生呢，他可能跟大家刚开始以为的形象会不太一样。两分吗？大家以为他可能成熟稳重，但实际上呢，他可可爱爱，还是一个胆小鬼。刘老师，刘老师，刘俊，他是你们可爱的俊俊酱。俊俊酱，恭喜个人训练生刘俊，请上台。俊俊酱，俊俊酱，哇，俊俊酱，弟弟好，你好。谢谢场王老师，两分。哎，那这一次获得这样的一个名次，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首先，我自己感觉吧，来这个节目就跟上学一样，然后可以跟 PD 跟各位老师，然后学到很多很多的养分。然后先谢谢 PD， 还有谢谢各位老师。也很感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朋友们，特别是新物种玉还有今天。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件事情，我原来一直以为我只能用自己的路子跟世界过招，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路子跟他过招。我曾经说过，这辈子一定要像疯了一样的去追梦。既然风来了，我想问你们，就是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追他吗？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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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追梦吧！追！像疯了一样去追梦，撒开了，撒开！好，那可以去到你的座位了。谢谢皮皮。好，加油！为大家冲！原来刘俊老师是这样子的。今天话好多。接下来公布第七名的训练生。他总共获得了847,7428的助力值。哇！这位训练生呢，在大家的心中一直是有一个大哥的形象。梁森，梁森，我当大哥好多年。关于他呢，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在主题曲训练的前一天，这位同学在训练结束，准备回宿舍的时候，无意当中看到了之前的队友还在练习，所以呢，他当时立刻放下穿好的外套和包，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穿好的包，从半夜的2点一直帮同学练舞到早上，是一个暖心而且爱耍酷的大哥。声音好，我没有帮，这么巧啊。这么巧，你感冒了，你回去休息吧。没事，我陪你们搞一个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行，你快回去休息吧。没事，我先，我帮你们搞搞。所以虽然是一个大哥的形象，但是他的年龄实际上还是一个弟弟。恭喜原计划训练生孙一航。孙一航咋才第七啊？孙一航在主题曲的考核当中，是我们四位导师给出的第一个4A 的训练生。哇、哦！谢谢老师，谢谢 PD。哦
เปิดมาดีเปิดตัวดี心跳在同步着这青春的狂热就它有张有弛收放是自如的它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可能没有声光电也能撑得住场的你可能是过后后面 style 很高เหมือนทำให้หนูจำได้น่าจดจำใจน่าจะไปทาง A นิดนึงเดี๋ยวว่าคันนี้ชื่ออะไร A 所以你对这个舞台的野心说到也做到了今天拿到这样的一个名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其实我之前有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然后第一个呢已经在我在评级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它还有第二个目标是我在见面会的时候我就已经告诉了大家的我想要去前三虽然今天我站在这个位置但是我相信我不会止步于此我会用自己的努力去往前冲的加油加油小航你冲吧今天的孙一航是站在这里的孙一航也依然是那个七年前站在你们面前的孙一航谢谢每一位为我助力的青春制作人谢谢加油孙一航加油好有请孙一航谢谢 PD 好接下来公布的是第六名的训练生这位同学一共获得了1186万5745的助力值1000多万这怎么比啊这位训练生的名字也是三个字我觉得第六是我哎宣布的是第六名的训练生连怀伟第六位的训练生连怀伟青春有你的第十名连怀伟小连加油不要哭加油哎呀不是说好了不哭了吗平息一下下青春有你三第六名的训练生究竟是谁这位训练生呢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很紧张不是你了在初评级考核当中他也很紧张李静豪赖宏宇在上台之前呢他还在后台偷吃了寿司老魏老魏他是大脸娱乐的训练生魏宏宇脚软了吗脚软了吗赶紧去吧老魏老魏啊不要哭啊不哭 PD 好你好我很庆幸自己能来这个节目因为一是通过这个节目发现了自己很多的弱点然后可以去弥补这些弱点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二是因为这个节目让我交到了很多的朋友有时候会突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安慰我大家陪着你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觉着很温暖就是那一刻我感觉魏宏宇你该长大了不能让他们失望我词穷了 PD 希望你有更多的进步谢谢大家加油辛苦大家加油我为自己没哭哎坚强了坚强了接下来公布第五名的训练生这位同学总共获得了1193万095的助力值多20万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同学有他在的地方呢大家也都很快乐连怀伟连怀伟连怀伟吗有可能是唐九洲也可能我有听说 One Take 结束之后的两天这一位训练生呢每天坚持在教学楼练习到很晚是最后离开的其中的一个九九几点离开的他的舞台也有一种奇妙的能力看过的人都想给他发红包他捂住了自己的脸哦九九
一华娱乐唐九洲恭喜你，九九，九九，九九。得到这样的一个名次，有什么样的感想吗？哦，谢谢陈 PD。我也知道青春制作人，然后喜欢我的朋友都蛮担心我的，然后我也很怕自己做的不好让你们失望，然后因为我跳舞是真的有点菜，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尽全力的去努力，然后我希望让你们看到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然后我不知道和我一样在 N 班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每次舞台结束之后下台的时候都会很不开心，因为我总觉得这个舞台我有太多没有完成好的地方，我有很多遗憾，然后就是我其实特别想有一天我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然后我能觉得自己刚才发挥的真棒，刚才特别爽，然后我还要感谢坐在下面的齐哥和静云，然后我要感谢吸引力的成员，还有无乐不作的成员，然后还有我主题曲的大字，虽然他也是无乐不作的成员，好幸运，就是每一个队的队友都这么好，然后能让我很开心，就是我可能到120岁的时候，我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幸福，就是我的唱跳生涯有你们的陪伴，我很幸运和你们认识，然后我想对青春制作人说，虽然就是有人说过我很愿意去展现开心的一面给大家，但是我其实也有很多情绪，然后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不开心的，然后希望我也很开心你们能喜欢我的不开心。你在说啥？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说什么听不懂。好晕。好，那就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大家都说我最近太瘦了，我会多吃点了，我觉得这个比主题曲简单多了。谢谢大家。好的，去到你的座位吧。接下来公布第四名的训练生，这位同学总共获得了1,257,6,105助力值。这位训练生呢，在媒体见面会的时候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梁森，光头，俊豪。而在表演当中呢，他也具备非常抢眼的临场反应的能力。哇，孙哥，梁森，哎，不一定，李俊豪也有临场反应能力啊，李俊豪也有，人家那个 Oh No 啊。先坐下，梅哥。他看起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但其实他很爱哭。哦，都爱哭，都爱哭。我不管我多有经验，我一上舞台我到现在特别抖，就莫名其妙的紧张，我内心真的克服不了。他是连头都能哭红的梁森吗？又来。还是李俊豪呢？恭喜时代峰峻李俊豪上台。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快，差不多了，快！豪哥，其实，在前几年的从艺生涯里，我也几乎是一个小透明。我不埋怨那些日子，但是我感觉那些日子回想起来也真的挺无力的。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给我助力，我也会好好加油的。加油！
既然有这么一点的关注度，我就想借此机会跟所有的关注我们节目的青春制作人说，这118个男生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像马思涵，像思南，他们相处起来就是会给你温暖和无限的乐趣的那种。然后每天早上我可能刚起床，然后头发还乱七八糟的时候，一出门就看到像刘星，像殷晨曦，他们就已经收拾完毕去主楼练习了。就是每天他们都就是会加班加点的在练习，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可能为了就大家眼里的一小点的进步，所以我们努力的想被大家看见，然后努力的在跟世界过招。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在我们未来的发展中多给我们一点关注和支持。我们不奢求每一点努力都有回报，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或多或少能被看到。谢谢大家。你最可爱，加油李姐啊。好，从第九名到第四名的训练生已经公布完了，第一个阶段排名前三的训练生也已经诞生了，他们分别是梁森、连怀伟、于景天。原来高人就在我身边。那在你们三位当中，谁会是第三名呢？第三名的训练生获得了1316,7230的助力值。表情管理是唱跳舞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位训练生呢，凭借自己在直拍当中脱颖而出的表情管理，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满满的元气。教练嘛，我觉得林辉伟的。他的舞台适配度很高，可以在性感、抒情和活力、热情之间切换自如，极具感染力。梁森吗？我有性感吗？我有性感吗？我有吗？不会有点甜吧？有点甜吧？恭喜来自连怀伟工作室训练生连怀伟。这次不是第六，是第三，加油！第三，恭喜小莲。平平好，谢谢。第三名，分享一下吧。好，青春制作人们好，我是连怀伟。加油！不要哭，小莲。不哭了，不哭了。非常感谢青春制作人让我站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很想跟你们说，从比赛结束的那两年吧，我都一直在逼着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想要很快速的成长吧，但是说不上来是好是坏，就会感到很迷茫，心里是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应该再从头再来一次，但是后来说服了自己，觉得从头再来一次其实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吧，觉得可以给自己立一个挑战吧，其实自己非常想成为一个很坚强的人。就分享一下最近一件事情吧，就是我能很深刻的感受到自己好像有回到以前那么一点点那种拼劲的感觉，就是 one take 的时候去的 one take 的那个房间，就是我青衣 one take 的时候的那个房间，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唱出来第一句词现在是
We rock the world， 而不是让心跳给我回应。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自己真的从头开始了，在做一件事情，然后真正在享受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其实这一次再次出现吧，也想给那些不敢从头开始，或者是害怕周围的一些声音，不敢真正做自己的人一些勇气。我知道偏见和质疑一定是会一直在的，但是这一次我有从头来过的勇气和站得更高的决心，就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有勇气地面对一切未知，就互相陪伴地走下去吧。谢谢，辛苦你们了。加油，小莲！小莲，加油！小莲，加油！加油！加油！我就喜欢小莲的三观，我觉得他私底下跟我聊天，我觉得他三观特别正。绕一圈，差点哭了，幸好没哭。现在呢，还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没有公布。那么，我们先有请于景天和梁森两位训练生上台。于景天，森哥。加油！谢哥，你头怎么没了？哦，是反光，是反光！救命啊！我以为他头没了，我以为他头没了。青春有你第三季排名第一的训练生，一共获得了1,948,6372的助力值。哇，2000万！我投的不及人家零头零头零头的零头。他是谁呢？他和第二名来自同一个宿舍。你还要说吗？他和头发有不解之缘。都有啊，一个叫 Tony 的。Tony 也是吗？ Tony 一个烫头宝，一个光头宝，一个烫头。哦，对，Tony 你也是。剪刀石头布吧。也太草率了吧。好吧，我们来结束这个尴尬的时刻。我们来看看排名第一的训练生是谁。哇，紧张的时刻到了。请看大屏幕。恭喜来自新语音乐的于景天成为《青春有你》第三季第一次排名公布的第一名。当然，同时也要恭喜这个获得第二名来自德漾娱乐的训练生梁森，你拿到了。梁森，谢谢，谢谢。OK， 梁森拿到了13,748,557的助力值。你们就依次来说说感想吧。一开始大家其实也能感受到我其实来这儿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我要舞台，我要舞台，我要舞台。我珍惜每一场
我在舞台上的演出，特别害怕演完后悔，所以我特别的珍惜。然后加油，小森森，加油森哥。啊，哭过两次了，这次不能哭了啊。不敢哭了，再哭人设彻底没了。我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一开始真的是抱着毫不就是特别在乎什么排名啊，就是这些东西来的。我说实话，我真的不在乎，但是就是这个节目最大的魅力，它会还是会把你内心的那股胜负欲给拉出来，就是我还是那个我梁森还是那个梁森，从小在赛场长大的梁森，我逃避不了我对胜利的渴望，对，然后我其实真的特别想感谢一下我的公司，我的老板，就可能不是官方的那种感谢啊。其实，哎呦，没人。没人回去想牵一个光头，还是一个有个性的光。没事，给人用完了，还有一张。我其实一直戴着帽子，我戴帽子戴了三年。我今天我站在这儿，我可以坦白的告诉大家，我头发确实有问题，它不是我想剃。我之前胜负欲强到我头发掉光。长出来以后全是白发，我不停地去剃，因为我不想看见，爽。然后我问老板，我说我来这儿能行吗？我说人家是个选秀，人家是个也得看颜值的一个节目。我老板说了一句话，你放心的去，我们既然这样，我们就这样。这句话可能说给别人可能感受力不会那么大，他对我来讲，对我来讲给了我太大的力量，给了我这么多年特别大的力量。加油森哥。这剩下的话就是送给我面前的这帮兄弟和我自己。还是那句话，坚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你就是你自己，干就完了。谢谢梁森非常动情的这个发言啊。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春有你三训练生于景天，来自星宇音乐。首先今天就是第一，我想感谢一下爱奇艺为我们百位训练生提供了这么漂亮的舞台还有这个平台。还有我想感谢我们的老师，我们的 PD 春 PD， 还有我们的李荣浩老师、潘玮柏老师、 Lisa 老师，还有我们的虞书欣师姐。其次我特别想感谢我的青春制作人们。比起说感谢，我觉得我们更像是一家人，因为我觉得你们特别特别的懂我。我也希望能用我最大的权力去把我的舞台和我一切的优点展示给你们。我知道你们一定每日每夜的都在为我努力的助力，我也会每日每夜的加油加强的练习，把你们最想看到的带给你们。虽然这次我第一个目标没有能完成，但是也同时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更清晰地知道我接下来应该去努力的目标。有些人会说于景天你想要的东西怎么那么的多，但我会说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去付出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还有就是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谁说初 C 就是中 C？ 哇！我听到了什么？哇！他好硬啊！谁说初 C 就是中 C？ 今年我只有含泪的把这个规则给打破。哇哇哦！啊！于景天，好像有训练生想要讲话。山顶上的训练生想要讲话。为什么？其实 PD 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表达，然后我就说一个，就是 Tony， 其实我很敬佩你刚才的表达。那我们就用舞台来说话。我怎么感觉我又多余了？好，那就去到你们的座位吧。加油！加油！暖宝宝，这是森哥。好了。现在前59名训练生的排名结果已经全部公布完毕了，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席位，第60名，他会是谁呢？亚信，最刺激的来了，很难受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助力值最靠近第60名的四位训练生。请看大屏幕。王林凯加油。他们分别是来自昆音娱乐的冯晨思南，
STF 王林凯，火河传媒熊艺文，以及昆音娱乐刘星。我们留谁都一样，对，留谁都一样，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Jason K， 恭喜。STF 王林凯 ，STF 王林凯，哇！你总共拿到92万2394助力值。王林凯，有什么想说的吗？就差一点就回家了，挺惊险的，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我们，我就先说一句，就是我觉得我们 STF 出来的都是没有一个差的，都是好，都是很厉害的人。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希望这边和这边大家都是热爱舞台的。每一位选手，我们可以把，不管是之后，我们都可以把舞台做到最好，就是不一定顶峰相遇吧，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顶峰再往上拔高一层。然后，谢谢大家。好吧，可以去到你的位置。回来了。恭喜。好，恭喜王林凯。那我也公布一下，刚刚就是剩下的在大屏幕当中的三位训练生，你们的排位分别是昆音娱乐的训练生刘星，火河传媒的训练生熊艺文，以及昆音娱乐训练生冯晨思南。不知道你们三位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我很渴望舞台，我也很渴望，被人看见。我相信。这不会成为我的遗憾，会成为我一直走下去的动力。我绝对不会认输。我相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加强大。我相信，什么困难都打不倒我。谢谢大家。就是从爱存在到无乐不作，我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交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值得的事情。然后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善良，也让我感觉到被很多人牵挂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我脑海里全部都是我和朋友的一个约定，就是我答应过他，我说我要陪他走到最后，但是现在可能要食言了，对不起。现在呢，我们第一次排名公布的
的成绩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最后呢，是我作为这个青春 PD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些小感受吧。因为其实我虽然在青春有你是第一次，但是其实我之前也面临过类似的场景。然后我跟我的一位也是歌手的朋友，我曾经听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最怕别人眼里的光暗下去的时候。我特别的能够感受到他说到的那样的一种场景，那样的一种眼睛失去光芒的样子和低头的样子。往往这个时刻也是我个人最不愿意面对的时刻，但是今天我也不得不非常遗憾的要跟59位同学说暂时的再见。也许在未来的道路上，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许会有别的交汇，我也很希望可以看到这样的交汇。因为青春有你只是一个唱跳的舞台，它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竞技舞台。我相信人生的舞台依然握在你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手中，所以可以沮丧今晚，但是明天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自己手中，好吗？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PD 你好，我想再打大家实验一下。我走在这里已经很开心了，公司五个人就我一个人过了，然后在这里感谢一下支持我的粉丝，还有我这一路上的导师们，春 BT 还有各位老师们的帮助。还有在这里我再说一下罗一舟吧，之前我受了一点委屈，然后结束过后就他一个人去那里安慰我，我当时很感动。然后初 C 我挺你，中 C 我也挺你，兄弟出去后我给你投票，你一定给你投票，给你助力，加油。浩轩、白丁加油，加油，加油。玉根、邱丹峰加油，冲，江湖见，我们江湖见，加油，加油，小铁。好，大家辛苦了。加油加油加油！雨迪兄，以后可以帮你做音乐。好。谢谢 PD。 有点小遗憾哦，上次表现很好。刘星加油。我知道大家一定还有很多的话想要说，可以好好的来告别一下。张军，我都想哭。我来又来教学，我还没蹭到。祝你岁月我很开心。陪陪一周，交给你了。出去讲给我们投票。好啊。我 VIP 的，一天有18票。
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我觉得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真实的个性和表达，有他非常鲜活的那一面的，我觉得这是挺欣慰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终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更看重的是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面他们想有什么样的目标，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凭证是不是也叫年轻气盛。你手腕上的痕，可这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体温，一寸一寸共振，是最坚强的人。你们能记住我，我就看谁是最脆弱的人。我们在里面加油，你在外面加油，好不好？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我还能调整心情继续的，没事。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一直被打垮的人，对吧？不过血肉之身。那我们休息一下心情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一起来完成，就是再一次向大家喊出我们的想法。现在所有训练生，请大声喊出你们的想法吧。青春制作人，和我一起吧，相信我吧。谢谢你们。给大家准备的火锅，也希望可以多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边吃边聊。快点快点走起来！哇，太香！快点，我吃饭了。你有多久没吃火锅？整整三个月。下吧，快，搞快点。没有麻酱吗？哎，有调料在那儿。啊，水泄不通的，等会儿的吧。我也有麻酱。你还想打麻酱啊？是麻酱。哦。等一下，我先把汤舀了。舀得。来。你们两个小点，长身体。哎，没事，你不要照顾我了。或者是那个笋，多笋啊我。多笋。食欲大增。先拍照片，快，待会儿忍不住吃了。过年喽，茄子。我是药客传媒徐云池。先干杯吧，我不行了。干杯。三二一，雷霆干吧。大家好。来，一二三，干杯！哎，变油了，热死了。不管了，太热了。哇哦，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居然能吃到火锅。嗯，好吃。啊，好幸福啊！呀！Hello 啊！耶！兄弟们在不在？在。今晚的火锅好不好吃？好吃。真果粒好不好喝？好喝。一般都拿着酒杯，他拿着真果粒。然后我觉得今天下来，
没什么不甘心的，咱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干了！干了！干了！好像在吃酒席啊。对不起，首先我肯定没有他们这么嗨，我只是想讲一些我今天所想的。对，其实有一次我在写歌的时候，我看到了灯光下漂浮的灰尘，我就对他们说，灯光下的灰尘你们那么渺小，都被我看到了，我什么时候能被你们看到。其实我做训练生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舞台，但是我觉得这次舞台是我永远难忘的经历，然后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真的很好。突然有点伤感了一下。我还是为这里写了一首歌，叫做《青春念你》。是青春念你，在一起的时光奋不顾身，用本息的力量踏有轻敲窗，要不在梦歌响，念到极光，去寒冷的地方追逐萤火，创意暗中又何妨，总是白孔哪怕拾荒，纵使白孔哪怕拾荒，纵使流放哪怕千疮，希望我们永远记住今天最美妙的时刻。我是时尚，我的真名字就叫时尚，请记住我，谢谢。时尚，时尚。喂喂喂，兄弟们，就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我很希望再听这118个声音一起唱一下 We Are The World， OK 吗？好、哦、来来来，准备。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我绝不退让，出发，一起冲向前吧。We are the worl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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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如果换作是别人，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之后就变了。我晓得呀，但是我就是表面，我晓得你不得个啥，所以说我晓得你不得个，所以说我都没得都难受的感觉的，因为其实兄你不难受，你哭啥子啊？哎呦，我真的是，我小豪也哭了，我的妈呀！你哭啥？你告诉我，没有，就是是我们走了，你哭什么？就后天就我过生日了，然后他们都走了。我本来想许的生日愿望是说，我们一起再往下一轮，再往下轮，起码要过3轮，对吧？我还想着借生日有个机会去许这个愿望，但是感觉没有那个机会了。我们可能就是还付出的不够。还在继续努力的好，拍点照再走吧。江湖上见啊，江湖上见。熊猫头 produce pandas。Spiderman。那明天我无论如何跟你吃饭，然后送你走。生日快乐！快点吹蜡烛吧。三。二一，青山是最棒的。Thank you.
青春记录官 vivo S9 系列照亮我的美，本节目由 vivo S9 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每周日中午12点会员专享，青春有你看不够，青春有你不落幕。恭喜大家进入了第二阶段，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第一阶段的助力值将全部清零。清零了，在下一次的排名公布当中只有35位训练生可以留下。那决定你们命运的这一次考核会是什么呢？小组对决。这一次你们将按照第一次排名公布的顺序由高到低来进行选歌。头疼，需双向选择才算组队成功。我要把罗一舟选回来，我会把竹给你，竹我也给你。孙颖浩，我在这儿。孙颖浩，这边是 A 组，这边是 B 组，你选择哪一组？等一下，你不要在二人在那，不，等一下。哇哦，刺激的来了！青春有你第三季主题考核选曲，接下来训练生们将进行主题考核。请青春制作人为训练生选择主题考核曲目吧。从2021年3月20日19点开始，主题考核选曲通道正式开启。现在向青春制作人介绍主题考核选曲的方法。打开爱奇艺 APP， 进入青春有你第三季选曲考核页面，播放5首主题考核曲目。点击选他唱按钮，为训练生选择最想看他表演的曲目吧。一，登录爱奇艺账号，爱奇艺普通用户每天在每首歌内拥有一次选择机会。二，爱奇艺 VIP 用户每天在每首歌内拥有额外一次选择机会，开通 VIP 会员当日即可享受额外一次选择机会的权益。三，通过夸夸值兑换可拥有更多选择机会，每日最多可兑换3次选择机会。主题考核选曲活动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27日0点，训练生的主题考核曲目由你决定。青春有你第三季，用自己的路子跟世界过招。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也挺有钱的吧，应该也不会要到合租这一步吧。只要是有休息的时间，我基本都会去他的宿舍找他。就每次一来，像我妈一样。哟，几点了？这个点了，死哪儿去？哇，这小子全给我说出来，我的高冷男神路线已经没了。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但是我要回踩一脚。说吧，我听听。哎呦天哪，你多慢啊。凹凸曼们将要进行一场9围的拉练赛，在这次比赛当中假凹凸曼混入其中，找出他们，代表凹凸曼们获胜。刘光耀脚放平，这里肯定是卧底。哎，这什么情况？8个人全卧底，不能让他们顺利。哪儿？我右转。对，你对你就教我。犯错了，自己队友也克制，瞬间没跑了。你们当中的假奥特曼完成了任务。
上新浪微博用青春有你三专属定制表情，微信搜一搜青春有你，参与话题投票互动，为选手打 call。 看训练生全网数据尽在方剂 APP， 来哔哩哔哩搜索青春有你，参与投稿活动赢奖金。青春有你，学习有道，外语学习就用网易有道词典。上知乎搜青你，和知乎答主一起聊精彩舞台。小哥哥颜皮肤尽在百度输入法，更多训练生资讯上云听 APP， 海量有声小说在云听 APP 等你。欢迎收看爱奇艺蒙牛真果粒青春有你三，感谢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感谢新浪娱乐、新浪新闻、网易娱乐、新华网、中华网、环球网、北青网、中国青年网、三六零娱乐、猫扑娱乐、橘子娱乐、一点资讯、扎克新闻客户端、环太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头条文娱、吃瓜群主 CJ、 芒果妈妈、星河文化、于老爷、偶像请回答、微博舞蹈，感谢时尚芭莎、时尚 cosmo， 感谢粉丝网、超级新饭团、 oh what 爱豆、模范生、鱼丸、音有趣、爱特豆、追星族、粉丝公社、桃吧粉丝、 fun fans 娱乐、快乐粉丝会、想见你、黑鱼、全新娱乐、飞熊娱乐、超级一星网、追北、一只鱼、 QQ 超级粉丝团、西瓜子、新米粒、饭来豆，感谢叨叨 APP、 火影视频壁纸 APP、 亲家、天天狼人、花椒、足迹、 WiFi 万能钥匙、五角秀、关注我、新阿蛋生活、银谷帮、三羊跑腿、西半球娱乐、新鸟公考、泰日报、天翼超高清娱乐头版、影视头条、环太娱乐、驴火娱乐、小鱼、异样飞行、哇偶、新饭、掌上有鱼、糖浆、暖暖日记、电影头条、影迷资讯、二饼、猫脑、猫弄、鱼罐头、捕梦、十七、成果娱乐、百合网、世纪家园、眼客、看漫画、小白娱乐、火星女频、火星小说、朋友圈、IP 生成、趣头条、看看娱乐、第一视频、我音乐、巨桃 APP、亲宝宝、塔都文学、智鱼。